歡迎大家繼續收睇 Friend 調酒工作室教學頻道，我是 Ken， 今集繼續跟大家講下 Friend Bartending。 上一集我們講到的就是打開了個細 Shaker， 打千秋上方 Roll， 打千秋上方 Roll， 跟住然後就打開了放在桌上面，跟住通常我們就會做一些倒酒的動作，今天就跟大家玩一玩這個 Jigger。好，這個 Jigger Flip 到底怎樣做呢？開頭我們第一步的練習就是一樣我自己的習慣，手指公中指將它鉗住，然後第一步呢我們就試一下將它凌空轉動一個圈，就這樣用手掌成一隻接回。跟住第二個 step，一樣我們將它試一下凌空轉動一個圈，但今次呢我們就不是用整隻手掌去接回，我們只是用頭那三隻手指將它鉗住。第三步將它拎起三隻手指鉗住，你就會發覺它現在是在你的中指和無名指之間，跟住的動作非常之簡單，只不過是將這個 Jigger 反翻轉另一邊。最後將 Step 2和 Step 3組合在一起，拎起三隻手指鉗住，打開，然之後落酒，落 shaker。好，今集就去到呢度啦，大家努力練習，記得訂閱我哋 Friend 調酒工作室嘅教學頻道，同埋介紹俾你嘅朋友啦。有咩問題，歡迎隨時想睇咩雞尾酒啊，咩嘅技巧啊，歡迎隨時喺下面留言俾我哋。又下集再見，拜拜。